下雨了，昨天老谭淋的那个菜还好被雨水冲了，不然这个菜都不能吃了。好漂亮，那边的没有淋，我们现在就吃那边的，这边的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吃。这个包菜好漂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小九，刚刚发完货，早上出来，然后打包了一些货发走了。然后还有一点呢，下午过来拉。这个是敲出来的那个坏的那个沃柑，一些日晒果啊，然后坏果啊，有两筐。然后我再从这个坏的果里面挑一些皮张比较好的，我想把那个皮子剥下来，做点陈皮，到时候以后泡茶喝。这日晒果你还剥来吃啊？有水分吗？有啊。也是好吃啊，日晒果还蛮甜的哦。其实日晒果它就是这里晒的比较焦一点。嗯，太阳特别充足，蛮甜的。晒焦了，它就是这里太阳比较大，一直照射这个位置，然后这个位置的水分就没那么多。其实其他地方还是蛮漂亮的。我挑一些皮子比较漂亮的，然后拿来剥皮晒那个陈皮。种天晒的干嘛？等天气好再晒啊。咱们买了我们沃柑的，如果说这个皮子可以剥下来漂亮一点的，然后我们可以拿来晒陈皮的，用刀切就可以。嗯，很漂亮的。其实挑一下，挑多一点，蛮漂亮的，我就拿来留着，到时候晒陈，太阳出来了晒陈皮。今天下雨了，今天没有摘果，然后有一点果的话还没发出去，要等到明天才能发，因为今天的果不够发了。下好大的雨，今天又冷，好冰。像这种很丑很丑的果就不要啦，就给大哥拿回去喂牛了哦。这长得丑，这吃起来口感还是可以。可以，但是我们又没，吃不完啊。人家说卖菜吃黄叶，我们卖果吃丑果。我剥一个那个包，因为这个后就跟你们分一下。这是啥？哦，它家是一个芋头。哦哦，芋头是吧？放这里。好的。我家没得有，继续放吧。好的。嗯，这是那两单芋头片。剥一个这个厚皮果来吃，厚皮果皮比较厚，难剥。但是它水分比较充足。嗯，蛮甜的。咱们想吃沃柑的应该还有个六天左右就没有了。那个是芋头，要放冰的，没有冰的，然后我拿去隔壁，叫隔壁帮放两个冰下去。徐姐现在是手艺越来越深，越来越熟练了。还没封的够多，拿个胶纸。还要封吗？嗯，可以的。不行了，这个不是发酵封的，它会被那些普通快递发这种，它会丢的，超贱呐，容易烂。全部转完，这个胶纸成本都要蛮高。对呀，全部，这个很浪费胶纸。没办法，我跟你说，这一卷胶纸的话是十几块钱，然后它可以封多少箱？我们已经算过了的，一箱是八
毛到一块的交点钱。这种胶纸它不是那种我们外面买的那种胶纸，它有点不一样，外面买的那种很容易断的，然后又比较薄，它这个是一大卷的，但是也封不了多少个。好的，放那里吧。这些是今天打包好了的，然后要发货的，还有这里还有一点，地上好多这种快递单的那个纸还没扫，等一下拉走了这些再扫，再搞卫生。这个刚刚搞卫生的时候还看到有两包那个猪头皮，应该是那时候年前疫情的时候发不出去推出来的吧，这个到时候我们拿回去煮，又可以散红蔬菜了。炒那个竹笋啊，笋干啊，应该好吃。还有笋干吗？笋干都卖完了。大哥今天早上泡，这个晚上煮不了哦。炒腊肉。竹笋炒腊肉，这个要泡好久的。去拿回去，等一下拿回去洗哦。把这里的卫生搞一下，等了好久了，这个快递都还没来。先把地扫一下，等他来了，就直接发了货，我们就走了。真忙，啥时候结婚呢？啥时候结婚？打算是凑够白酒钱就结啊。你们不是说老张不是说把沃柑卖完回去装修房子了吗？他那个老房子你看比大哥家还差，是不是很累无力？哎呦，他装的是那个他爸妈的那个老房子，他妈那边的那个老房子。他那个房子装修出来能做婚房吗？装修好就可以了。只有一层哎。结婚还要几层？只要一个房子，就一个房子就可以了。但是他那个太远了吧？难道去那边摆喜酒啊？那你肯定要去那边摆喜酒。我以为在柳州或者是在这边的。香。那你跟什么时候跟大哥结婚？你问大哥呀，这个还要不要了？这个什么东西？这几个饰品不要就不要。那你放了一瓶这个那个的几颗啦？那大哥什么时候跟嫂子结婚摆酒啊？快了，吃完这几个就结婚。啊？吃完这几个饰品就结婚？吃完这几个饰品，啊？拿一个大袋子，这里有。那你摆喜酒啊？那认识大姐。哎，在那个那里冰箱那里，你拿嘛。他们全部在我那里打牌，都放好。哇，哪个样子？我也想吃哎。我问了你，你为了你这个呢，我说过来吃烧烤吗？他们就不做声。那不是，你在哪里烤？你在我楼顶呢。在楼顶在哪边？在这边啊，山水画这边，哦，在这个小区这里啊，哦，我们全部都在那里住的。嗯，大个的留给我，这几个大个的。